亚历山大看欧姆乃是在无形手指动物十步，来看今天的发言手指。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哎，哪张子家啊？喊我带你东山渡劫，喊我来啥的啊？我喊我车啦。哦，我晓得的，我晓得的。那个四个字了，别我犯错误，啥意思呢？喊我带你东山渡劫，来寻美女。你看呢？哎，美，别致美女，是。意外数量，水到姑娘嘛，才是呀。我那位人个呀，含羞答答，我说个穷啊，但不能那谁瓜，黑工成一群美女的啦。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车所长，哦，这个四个字有啥个共同点呢？就可以说嘛，你到车站过来。哇，你好聪明啊！这四个字共同的是一个羊毛毛的羊字啊，今朝喊我来泡羊毛毛啊！你看，对了，对了，啊，我就是羊村的村长。您是属于啥个羊的？后羊，东山后羊。哦，那是东山后羊啊？我不是，哎，那东山后羊。东边个后高外村，搿只村呢，大概有八百高人家。五十几家人家侪是做这个白菜羊肉的，有种还是世代做肉。你这些辰光过去不担心寻不到路，因为啥的？你来来去谁能够闻上一个羊肉的味道？香在。但是我看见杀羊肉的狗子们真的好吃一顿片。哎，那观众朋友弄不懂，我说哎，买下个羊肉嘛，拿狗子里想去扒两块猪肉的，喝不落脱干啊？啊，哦，有观众可能要问的是，这个我懂的哇，这个么大概个蒸缸的锅盖面的压个啊，人家还是陶瓷，背后弄只火锅盖倒了里向一袋红米个，啊，然后点水的个，还两块陈醋呢，是里头正朗向水下来的，已经大概用之也八百年子，专门就是看羊肉腹部里浮起来的，还有一个啥好处呢？屋里向就是说没荤腥菜的。想吃羊肉子，两块啥都包了，树里啥也大。一搞门还吃一天的了，变成个羊汤，在。哇，这个真的中哎！真的中哎！那不连着一个。我不管咋水，啊，始终摸够这个一块神珠够黑呀，一直有够羊肉香。到今次，谁的回来？嗯，你过来再问问那阿玉米的。嗯，用想法少了，没得买啥子，晓得个？嗯，那整个买碗豉油的。现在羊肉一年四季啊，侪有得吃。但是东山的白菜羊肉呢，不是随便啥辰光想吃谁还吃的。每年侪要过这个后龙，它就是这个羊类，十个半啊，九啊，过后的第二年个清明，这个当中六个下头才有得吃。其他辰光呢，东山人啊是不杀羊的，所以东山呢有一种说法叫口吃羊，羊开始吃口吃子，这个白菜羊肉呢是要上市子，那么呢杀羊子。我先把杀了啊，杀好了再可以宰啊。哎呦，这是自然的，就是生长长了。啊，他的别别弄什么的，我这才哭着，这才哭着。哎，搿只羊毛毛真的是重要子，这个羊毛毛还哭着嘞。平常可能吃羊肉吃得了香得不得了的。羊毛毛是好多事，搿只羊毛毛眼里汪汪盯来我口，搿么难讲我阿爷距离个呢？啊，实在是因为杀羊的过程呢比较血腥，是吧？羊帮和狗黑死杂家杂了，是吧？一个人。羊子不让一群一不得卡手机嘛，各位留了嘛，也这个不比气得气加开当土豆，孩子孩子，你像个土长，孩子孩子，非非刚子啊，我现在欠羊牛了，刚子了破的了，对，狼爱上羊牙，爱得疯狂，东山个羊牛了，还有一样稀奇的啥货。
哎，你在挨到的巷子边浪向呢，只喝上一个五种羊肉的香味，我个没有一点点羊膻气的，啥地方都没羊膻气呢？这个人是挑天天规定羊。大规定怎么来？大规定在，哎，大规定，你一般三个种肉了，上面再包点葱啊、姜啊。这样，自然的。哦，这是自然的羊味。哦，你这个自然的，好羊肉在这个一样别包的，一样别包的。王龙一别个一样不给。就是把一点少量的食盐。哎，贵州马鱼还有点海鲜，啊是羊肉，大个人在杀，但是没杀气的。那么你平常辰光吃个有杀气的羊杀气的羊肉啊，啊是，才是分大个人啊，不是个。东山白菜羊肉之所以没羊膻气了，首先是那个只羊的品种合。东山的白菜羊肉呢，是用虎羊肉杀的。那搿种虎羊呢，搿个虎是汤姆个虎呢，是你汤姆搿个一道特有的羊。肉质呢，鲜嫩多汁，是吧？羊膻气味道鲜。那么再关键是啥？搿个东山个面个虎羊呢，血统正宗。是个羊毛毛里像个怪兽一样的了。哦，虎羊的血为啥是来的？这不是，虎羊实质上像是正宗的蒙古绵羊。个蒙古绵羊嘛，哪会带你东山来呢？那据说是南宋末年蒙古人到达你苏州来的，故意呢就养了汤屋边浪向，所以叫虎羊虎羊。么，各种虎羊了。到现在三十多块的呀，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八百多年下来是国家不拿神的。哦，错，虎羊为啥体血统正宗啊？因为你都打这个埃及法兰一样，才是属内通婚，不打个种边浪向其他个种羊、山羊、绵羊改成你三个近亲结婚啊？是的，其他上户的这种用的羊啊。好在这个地杨先生们啊，叫试试也得东山去啊，可以的。但是呢，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去，也没杀特，也没蹲特。什么杨胖跟那杨兵都上个山饭去东山？是杨不是那杨，那别人家错噶。东山和武阳呢，还有一个特点，那、特别会得杨三一样，因为你是当你人一样，四季才会得。发型的，这人哪去发型呢？你我会是动物啊，嗯，就马啊、狗啊，总归是让它春天发情，各位们养些给些马，是吧？马些给是马，但是你人一年四季才能给养些人，那但是不晓得为的啥一个虎羊了，当着人一样，一年四季才会得繁殖的。哎，这个进虎的比较害，哎，所以虎羊呢比较干净。搿你羊肉生出来是没羊膻气，那还有呢，东山人生羊肉啊，这里都搿个生火的少了有讲究，那不是卖肉了卖气了，还不是搿种大肉，侪是东山搿种山浪向个故事搿种讲讲时装，白布衣啊、橘子衣啊、茶叶衣啊，哎，搿个巷子浪向一烧么搿个香味哦，也难相信，那就是搿个故事个香味了能够。吃得个羊肉里向去得了哦，那搿种在斋堂的工作呢，难不得我个。些辰光我在农村，随时斋堂里晒好。其实我从小在一种环境上头呀。那也没晓得过，还是有几年没。有几年伢子呀？有几年嘛，又做到搿了老几。哎，那个忙伢子呢？就是很累的嘛。我记得你哎，对你三农我屋里向晒寒在辰光呢，还有一个人多个。对的了，那么那边的鱼塘帮我晒不晒不弄，哎，搿么子晒晒。人家认不着的。哎，阿海意思个，那个种视频啊，够。刚上个奴水了上个再来噻，那个倒是十个都没分到三个啊。也晒哈这个一个羊肉，那我真的倒没啥个信心，因为你都晒个辰光，这个里向有讲究的，不是这个多点牙上进去晒晒就可以的。晒羊个寒在了有三只钩子，两只大个，一只小个，大个晒羊肉，小个晒羊血。那个晒个辰光呢，也讲究顺时个。羊肉不落落落不落落落不落落棍子够黑，是吧？哎，那么再放羊肚子、肚腩、腿部，
搿点物事塞得不人长熟，那么再包牙膏。哎，苏炳，搿么有啥叫辰光再还出锅呢？啊，起锅的辰光呢，搿个也凭经验的，是吧？搿只火锅盖啪掀开来，你看眼睛看个，你气功特质，搿个羊肉了不鲜嫩；你气功气质矮子，搿个肉味的带一点点酸个味的，是不是？整个了，搿个师傅讲拨我听个，所以说呢，搿个一锅子羊肉也来砸到锅子里向，熬五十十二个钟头。那么现在个羊肉呢，已经熬至十二个钟头了。锅子里向羊肉呢，马上起锅子，起锅辰光呢，你想到也有讲究个。哎，这叫啥个炸梨啊？啊这个，努力炸起来！哎呀，喊一声，哎，起锅子！好，起锅了啊！啊，起锅了呢，锅子里面慢慢叫一颗一颗拆出来，一颗一颗拆，要弄出来，弄出来。哦 ，OK， 这个锅子个人是锅子吃菜，才可以弄好这羊肉弄好。不晓得观众朋友眼睛阿尖，阿看见啥个其他么子呢？哎，我发现啊，嗯。这气够够黑，哎，搿肉下头啥些铺张厚叶了，哪意思呀？啊，厚叶啊！也讲们屋里向是，好像某某间一房间侪是搿种厚叶。挨个厚叶怕啥人啊？倒卖师傅在上倒来了。再再等等。哎呀，你给，我给个包烟就给。那包子烟就你给个包。好叶哎，搿个都得了，哎个鲜。用厚叶包搿个羊肉了，搿个还是东山白菜羊肉的一大特色。哦，搿个羊肉包得厚叶上了，不会得烂个，还不会得鱼了煮出来个，是吧？搿个是东山白菜羊肉200多年传下来的传统。我听搿个叶师傅讲个搿点厚叶呢，甚至里都告知啊个李阿姨啊，大热天哦。凌晨2-3点钟啊，叶子个肉昂得昂得在他屋里想去采烤呀。你想凌晨起来个这肉拉隆隆要一两个钟头，咔嗒咔嗒个采，采到天亮快再走来，那谁是这个一批好叶？让东山个白菜羊肉呢，比其他任何羊肉了都值一文味的。来来，请了。哎，地表五来三一了，五干了不马上干，老在这买烟去。哎，一斤烟。哎喂呢？已经不得是这个了的，东山镇老乡赫赫有名的。你几岁开始活家的啊？1岁。1岁就开始活着。啊。哇，要60多岁的呀。那么你现在身体怎样哈？当你吃那个好羊肉，还大搞个呢？我大搞个。现在回来这个阿雕是这个吧？里呢就是搿个叶老板个爷，哎，搿个老板做白菜羊肉是做只有63年长，杀出来一水好羊肉。我讲搿个老阿爹啦，做人实在，没啥个推工改料了，斗斤缺两了，没个，怎么你杀出来个羊肉了还要坚持个，那杀手杀来。现在回来，你也发现现在有发生个种态度啊。一种种羊肉是实质浪向也分肋也分瘦，那其实有一种人啦是地位是干的。这啥体地位啥？你不懂的，羊肉杀瘦杀肋够黑了，那个分量会得杀的。所以买羊肉个在富人肉是够，那个羊肉弄得怎样够个？但是这个阿雕不一样的啊，你记住随便拿一三手保你东西，还有个品质我得来还有个口碑，所以晓得不的？你在东山你去看看，你去打听下子，你也吃白菜羊肉。这个阿雕是有道理的，人家上海上来的啊。二毛洞，上么子？二毛洞。哎，害人家毛洞谁说说的？我还搞个二个毛人毛的太凶了吧？不跟他主管，不是我摸个，你打个八字，随时叫二摸洞。哦，啥的呢？这个来阿爹那个菜罗达来个呢？哪位叫二摸洞呢？据说你从小没娘，从7岁开始呢，随我得去做三位娘，屋里向一直也贴副带，这副带么2张框，一直贴了海，贴了海么？你像个带怂个样，所以人长不高。
是吧？所以就基本上像是个打两张框一样，啥时候打高在海里，阿木洞阿木洞，哎，想不到现在成为这一块这么子，嗯，是吧？这个来阿雕开个就是八千羊肉，这么顺子，屋里向房子在拆起来，来阿雕呢你买下个，我去拍个一点片子嘛，定位送子一五百五，是吧？让我尝尝，三十块的，来看下啊，我带那手得还早，我副手得一高头吃的。我打算了电话来拨你上上个，你看看我带你阿哈，苏北，阿这样都要人啊，带你哈。啊，我意思是，你没办法，带我个大恩大德啊，无以为报啊。啥货啥货？哎，你上帝不我请的？哦，对对对对对。哎，那个这个谁个当把空客机票买领个当没的？你，哎呀，那个雷地不我啊，非在吃光。妈，我接着让。做不能卡的你做不能卡的你。哎接着回来我第一趟发现羊肉可以负责点烈我还是敢喝去。哎那嗯我刚必须给个三羊肉给个八千羊肉呢给一口肉啪我去是羊特子。一点做的羊不给。你这个同事对羊肉过敏感一吃羊肉没空就会的扑中。所以大家每趟吃个种三克，在大肠里那张面孔肿得越来越结棍。隔壁地个羊肉越正，证明。啊对了，这个到底还是羊肉还是啥个腊肉了啥个肉，用不着这个这个去焖了啥个去弄几个同事大锅去一吃，这面孔啪肿出来，哦，一个真个羊肉真的。都吃东西好样了，实在用不着道理去这个。是哦，做好嘛，有点辣椒米来了，那么更搞这个。你坏了，哪吃了你啊？享受无忧购物，体验至诚服务，五星级购物享受，建材家具一站购全，各有好的家装饰，为你带来整体家居服务理念，好的家给你更好的家。在安家127年来，我们以呵护孩子的心，孕育优质牛奶，在70多个国家赢得众多妈妈信赖。安家与父母同心，精彩亮相中国。薇姿新生魔法，全新十号魔法液，卓效抗老天然精粹，直击十大老化痕迹，肌肤更显紧致、光滑、饱满、透亮。全新十号魔法液，真实科学见证，薇姿。这个11月，美莱8周年盛典，八重好礼，倾情巨献，更邀麦玲玲为您解密美丽人生。美莱8年，选美人生，滋润可以有多深？欧蕾美肌滋润沐浴乳，可含面霜精华，滋润层层渗透，冲走的是泡沫，留下的是滋润，肌肤更弹嫩细滑。欧蕾，我要尽情生活，倦容绝不可以。欧蕾亚男士性能醒肤露，八重功效，持续保湿，对抗倦容，焕发神采，活力常在。性能醒肤露八重功效，来自欧蕾亚男士。美白就是要双璇齐下，聚蓝油全新双璇精华霜，将一整瓶精华美白成分加入水润美白霜，双璇美白面，白里透红更升级。聚蓝油白里透红系列。雪碧释放你的夏日，透心凉，心飞扬。面膜般保湿，10秒轻抹就能拥有欧莱雅葡萄籽魔力水，蕴含葡萄籽精华的50倍抗氧化力，面膜般保湿，水润 Q 弹一整天，葡萄籽魔力水你值得拥有。可口可乐迷你装，快乐畅爽随行。
味姿新生魔法，全新十号魔法液，卓效抗老天然精粹，直击十大老化痕迹，肌肤更浅紧致光滑饱满透亮。全新十号魔法液，真实科学见证，味姿。原粮，我们选择绿色；酿造，我们秉持传统；品质，我们追求卓越。造就了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烁着绿色的光芒。东山人吃鸭肉了，一派的辣嘴。东山人呢，蛮欢喜吃辣嘴的。这个欢喜起来，不是一般性欢喜。哎，有一种是日子一吃三顿辣嘴的了，那你都吃辣嘴的辰光，胃液化瘀。观众朋友看见了，都两高头枪术是蛮牛的，但是我不是在专门听到这些的，大家怎么在哈？这是老乡李强是刚刚上个门。对，是老师这样的，这个划拳的。观众朋友，我现在总算好完成啊！其实那个东山人划拳呢，实际上像是蛮简单的。你看啊，我一个水位，承让承让，谢过谢过，看到啊？师傅，谁谁？这是东山人排上西市的更高难忙子，你都划拳啊，吃辣嘴也同时也打对，直接门关上，门关里包含一只树洞。树洞哪意思呀？你房子里都是个这样子测试的辰光，是个累特，大家公平竞争，是吧？是一个。那么羊肉还可以吃，划拳呢还不相称啊！你现在这个节目呢，厨房不懂的。哎，这没节目。那。说不定那些东西就是分吃脚趾啊，我当初吃过，我随等你来问我呀。我现在呢来到这里东山大街辰光村一片竹林里向啊，一个脚趾真的多得了不得了。我讲你有个果农来帮帮呢，已经都在树上向去采脚趾了的。我来问问你看啊，老伯伯，你辛苦啊。不行啊！那个就是哪地啊？第一个，不地哪边呐？不地表饺子。饺子啊？哎。好，那么我要准备忙十斤不地个饺子啊。哈哈哈哈哈！哎，你我来让我猜猜个。嗯。当心点啊！啊。那看看，我准备去猜饺子哎，给他抢双牛。这东西应该挨上的。哈哈哈！挨上去猜饺子，应该当时弄个蛋饭蛋糕来个是。那个菜就是啊，也得几十个，因为你，做菜有一点，辰光像你啊，些辰光在比较调皮，像擦天子啊，爬高树个，那么爬起树来，爬起树来呢，就不会得得更多的怪物来了啥个的，是吧？那个爬树呢，那还是要基本功。哎呦，来吧！工资太快了，给的。哎，我也不记得哪开的。但是你那个冰是一样。哦，我也弄出来一个冰。哎，这冰要出个几多冰？冰一层走，就基本上就要少弄个皮少啊。哎，少袜子也好点。哎，对对。啊，冬季袜。对对。啊，这个，你看，不用那个叫薄的，就这件的。嗯。啊，这个。那么，哎，你觉得我一点桌子菜好嘞？打几分呢？一百分的吃法。你说我一百零分要分我过？一百分再不拿给你搞，你是说的？你这个不能搞，我的一百分再不拿给。就是不好的干，就是不好的，就是不，没好的，就是不。老板，当我讲，菜脚子哪是有门道的？保持肌肤年轻，只能靠美容手段吗？安全有效，我选巴黎欧莱雅光学嫩肤系列。十倍于传统成分，注入三重年轻能量，平细纹，引毛孔，富弹力，光学嫩肤功效就在这一瓶。巴黎欧莱雅光学嫩肤系列，肌肤尽现光学嫩肤效果，你值得拥有。
驶入国际十月七号起荆州购物节，来电免费抽汽车，穿着类三到五折，黄金275元每克，家电预存100换200，购物抽大奖，现金翻倍返，尽在驶入国际荆州购物节。保持肌肤年轻，只能靠美容手段吗？安全有效，我选巴黎欧莱雅光学嫩肤系列，十倍于传统成分，注入三重年轻能量，平细纹，隐毛孔，促弹力，光学嫩肤功效就在这一瓶。巴黎欧莱雅光学嫩肤系列，肌肤尽现光学嫩肤效果，你值得拥有。新港天长，南苏州百万方品质地标，上市国企新港建设实力巨制，轻轨四号线站点直达，117至170平米实景现房豪迈上市，大美天长大有可为，垂询热线6361-6688。还在看电视？您将错过湖西最佳商铺，新港街地铁旁中英新树湾商业街，约14至80平米沿街金铺即将发售，抢购电话6299-9999。这个十一月，美莱八周年盛典，八重好礼，倾情巨献，更邀麦玲玲为您解密美丽人生。美莱八年，选美人生。金西湖街红 VIP 年终回馈盛大启幕，七号到13号，1换3.3起，百丽、伊利等众多品牌重磅参与，土豪金、膳魔、石门烧锅等大奖不断。9号至11号更有神兽羊驼空降金西湖街红。五彩双色球3亿元大派奖，三重好礼连环送，2元可中1500万元，中3等奖以上送500，中4等奖送20。详见站点海报。爱在心中，福在手中。中国福利彩票。2013第十届全国羊绒皮草名品一庄交易会，11月1号到11月12号，网店亲临现场，万人团购年度特价，淘精致一庄购超级实惠，三江路苏州体育中心。大胸、美背、翘臀，电影中的暴露镜头有多少是明星自己出演的呢？藏在阴影中的职业裸替，他们究竟如何生存？你知不知道男明星居然也有裸替？文替、武替、光替、裸替，解密替身的秘密。穿裙子哪是有门的？也给个种颜色黄底个，摸起来呢有弹性的个种穿。这次呢是还没是那维生素 C 那水分，你再吃一袋三张橘子啊，可以让个皮肤呢增加抵抗力，没用的，是吧？但是还不吃的嘛，适可而止。但是说你吃个一筐是不来塞个，个皮肤唰马上变黄的。随便啊，我看那个长期冬菜橘子吃的不是，嗯，不只是黄的，还是已经黑着。呸，嗯，还是。啊，对的，来来，对的，弄不到，嗯，4分钟，好，欧盟男人今天为大家提名，顺便带来门诊，来人光再会，拜拜。